看，这个一样是那个卫衣材质，然后有我们家大超爱的笑脸贴布，有没有对到你的眼？来，这个的部分呢，你看它是一个笑脸贴布，直接贴在这里，又侧开叉给你。侧开叉的概念怎么穿？你可以搭你的雪纺裙，如果你想要女一点点，有那个雪纺裙有没有？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T 的雪纺裙，或者是搭那个打底的那种也都可以，穿在里面。超级可爱。好不好？超级可爱。然后你或者是你可以像我这一件，就是你们都有加的这一件，有没有？这个。有口袋，这个你把它穿在里面，它会有层次的效果。爸爸，你的镜头可以吗？还是可以过来一点点？对，因为我会撞到这个。你这样层次这样穿起来，哦，加上 Y 99块，哇，只是100分了，好看，超可爱，我觉得这件好好看哦。我再加上我的帽子，哎，我有戴帽子来吗？我看袋子里面有帽，好像没有拿到帽子。没拿吧？哦，拢无提你，拢无无帽子啦，无法度。来，这件好可爱，给大家看颜色哦。颜色的部分有三个，你要拿红色跟蓝色。好好看，我都穿给你看，你们不要急哦。颜色是黑色。怎么那么好看？对，蓝色、黄色，就这三色而已。还有白色吗？没有白色，就三色。先出来一下。超好看。我挂在那边给你。好，要不要四五六？超好看，对不对？这超好看，四五六。等下，再请。等等，你冷静哦。你算好，我们五个小孩要养。对啊，我五个小孩要养，你冷静哦。好，好，你协调一下。那我换颜色给你看哦，哈，我换颜色给你们大家看，超可爱。啊，这好可爱哦！等一下，你们会想要这个吗？这件也好可爱。怎么这样？什么意思？怎么这样？什么意思？怎么这样？有很断吗？太可爱，太诱人了。你们冷静哦，你们冷静一下下，我穿蓝色给你们看，好可爱。四五六哈，找四五六。四五六加一，蓝色也要买，蓝色好好看哦。好可爱，超可爱，你们要冷静哦，冷静。来，那个我跟大家讲货号哈，103554，103554，103554。价格529，529，是123的价钱吗？456，四五六的价钱吗？恢复原价就638，哦，638，好好看哦，四五六，这 Kiki 刚刚四五六来水洗欧尼发现的哈，发现的，就只有一款而已。啊，这个严格，嗯，临时的，太短了，没有搭刚刚那个落地裤。很普通，很可爱。你没有喜欢吗？大欧尼的那个。我跟你讲，这家超认真的，每一天，每一天都传照片给我看。好烦哦。每一天 ，every day， 这个我喜欢。Do you like it？ 我买啊。现在四五六加数量，黑色也好看。黑色也好好看哦，虽然黑色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很素，可是它有一个笑脸贴布，相信穿起来就是会好看。好，就紫色这个好看，那领口很漂亮。对，我穿紫色给大家看，我穿黑色，456，给你加，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你在我里面后面。黑色是不是也好看？它的贴布就是赞，好，它的贴布就是赞。最近黑色也比较便宜，
为什么最近这么贵？妈妈，因为这个贴布很贵，这个贴布够在扣100块，在车上去还有。面料有点不一样，没有啊，这边有接螺纹。对，这边都有接螺纹跟这块贴布。然后这个为什么比较贵？贵很多。嗯，好，来4、5、6+1，我再给你们看一次4、5、6的颜色哦，哈，这个你们到时候买原价还是非常的划算。它好看在哪里？它好看在侧边有一个笑脸的贴布，颜色是直接就是抓住你我们家客人的心了，好不好？爱那个笑脸超可爱。那颜色的话 ，Kiki 觉得你们可以加二，直接拿蓝色跟黄色。我觉得蓝色跟黄色超好看。来，这个款号是刚好可以配这个103554，好，103554，价格就4、5、6+1，好，4、5、6+1的价格是好。尺寸2X完全都没有任何问题。Kiki 里面就是搭这一件，如果你们这两天有，昨天嘛有加到这一件的话，你就可以搭这个，或者是把我们家的一群白穿在里面就好。我们家不是有那个一群白，你们穿里面。那如果你想要女一点点的感觉的话，啊、你可以搭雪纺裙，好可爱。好、啊，加搭雪纺裙也都超可爱。雪纺裙、百褶裙，价格是都没有任何问题。456，529。对，搭雪纺裙、百褶裙都可以，超级可爱。啊，黄色，很少穿黄色，黄色你穿的吧？穿的，全穿的。全穿的哈，呵呵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快快快，456。这家真的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真的不夸张，而且它是传LINE哦，传LINE，传LINE，好烦哦。你家很认真，对啊，很认真的。你家很认真，可是他之前的版都出很小，很小。我以前卖他们家，卖超级厉害。直接包色真的好可爱，这一件我觉得笑脸这一件你们可以包一针包色，因为真的好可爱哦。Kiki 刚好路过看到的，啊，这件是我觉得。它的领口很漂亮，领口开得很大。哦，这个是这个，我先报一下款号，103555。好，这领口很漂亮。印花美式的印图，好，卫衣材质。好，里面没刷毛哈，里面没刷毛。来，那个袖口接螺纹，好，接螺纹。这样的版型会呈现泡泡袖的感觉，好，好来，好，再来就是 Kiki 的这个，那这个这一件的话比较特别，103555，它是做船领的，你知道里面可以搭什么？你先报价钱，价格599，599。来这一件的话，你们可以到时候我们家的那个哇哦，像昨天两天都有穿蛙背背哦。粗肩背心的小可爱有没有长版的？你可以把它包在，因为那个长版可以拉到这里来，你搭那个粗肩在里面就直接100分了。他们家也是贵的，不是便宜的哈、哦。你也可以搭全领的方式直接这样穿也是可以。颜色给大家看一下 ，Kiki 身上的紫色，它夏天的 T 比较便宜。尺寸2X完全没问题哦，2X都穿得下。103555。那手袖的部分呢？手袖的部分 ，Kiki 手指只会露出一点点，你往上拉，往它紫色好看，自然的垂坠之后它。会有抛袖效果、哦、它会有抛袖效果，它的紫色搭蓝色字跟灰色搭蓝色字，然后黑色是搭灰色字，颜色每个颜色都好看，好，每个颜色真心都好看，所以你有喜欢这个帮我打款号加你要的数量，好，款号加，然后我穿另外两个颜色给你看，哦，这个叫多一点哦，好，可以多一点，好，我加白色要这样吗？可以，哎，白色，白色哪里白色？这个，这没有白色，这没有白色。好、嗯、的、嗯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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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再降价给我，但是我价钱开出去了，让我多赚一下哈，让我多赚一下，拜托啦，好了，便宜了哈，那我再降，那我再降一点点给我，刚刚才讲的哦。他、啊、家有个开出去的就拉倒啊。那里没有铺棉啊，你那里没铺棉。来，这个是灰色，灰色宽领呢、啊，有一个好处啊，让你的脖子啊、下巴、啊、会比较小一点点，也比较性感一点点。啊，脖子比较短的啊，那个
比较有肉的哈，这个都可以参考。然后也可以拉斜肩，一字领。好，拉斜肩，你那个粗肩，我今天真的是穿错保暖衣。那如果穿背心这样拉出那个斜肩的话，穿起来也很好看。你可以看，你可以折在下一。他没有早点讲啊，不能怪我。哎，要让我占一点便宜吧。那个一二三四五的那个累计的话是有哈，我们好像累计六千有。累计六千送小麻吉199购物金。看别台再来跟我讲。好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妈妈快！我在穿的啦。那就加一就好了。真正穿的啦。哦、啊，加一就好了、啊。卖被妈妈订啊！你很烦。建议我跟你开玩笑的、啊。来，黑色给10355599。黑色给你看，真的推荐给大家喽哈，黑色也很显瘦。